我现在在拍《1999案》一个电视剧，先不透露了吧，等到时候播的时候再说吧。那除了影视作品之外，今年可能会不会想参与哪些新的领域？目前还没有想过，可能还就是演戏吧。你自己会想尝试的一些类型演出？对于我来说，没有尝试过，都想尝试，没有什么特别固定的，只能在我。就公益演讲吧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正能量的东西，然后也是想把这样的故事能在舞台上跟大家分享，其实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。对，就是能让我来代表大家来演讲这个东西，其实还是很兴奋跟自豪的。我觉得已经上热搜了，等于心愿实现。哦，谢谢。